把水直接从这个出水口给倒出去。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个巨好吃的年糕火鸡？又紧紧黏糊糊的，真的很香，有芝士甜辣两种口味，火鸡脑袋可以放心吃。年糕配火鸡面，这能好吃吗？咱也买盒尝尝啊，29.9到手6盒，面饼80克，年糕条60克，调料30克，一盒总共是170克，这个量还是很足的啊。给大家做个参考，这一桶红烧牛肉面才是110克。打开之后，里面是有一个面饼，然后一个酱包，一个年糕条，还有一个菜包，然后最后一个小勺子。先把年糕条和面饼给它泡开啊。泡过5分钟之后，把水直接从这个出水口给倒出去。没关系啊，铁子们，捞出来洗洗还能吃。你们倒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，好吧？酱包搞里头，菜包给它拌一拌，这颜色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啊！我已经开始咽唾沫了。先来尝一下这个年糕，吃的非常软糯啊。然后搭配了这个火鸡面的酱汁，非常够味儿。这火鸡面是甜辣的啊，甜甜辣辣，黏黏糊糊的，吃的非常过瘾。这火鸡面就是越辣越爽啊！啊，火鸡面跟这个年糕双拼真的是绝了啊！